月息花尘，终于能随心所欲地操控这把听雨剑了。不过，你别……不对，都说了不是用力气拔，总觉得哪儿怪怪的，就好像漏了点什么。 哎，萧瑟，大师兄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要过来？想来是进入二师尊止水剑术的第一重了，不像某些人，跑路的功夫那是越来越快了。大师兄，你可敢与我一战啊？有何不敢？ 这叫月息花尘，二师尊可同意了？哎，大师兄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师傅，这两日跟着师傅练剑，稍有差错，那真是当头一棒。不对，哎呀，小杰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刺剑的时候要平，你这是三才剑法吗？小杰，小杰，你别哭啊，小杰，姐姐给你买糖葫芦吃，好不好？ 刘无杰，刘无杰，傻小子，你发什么呆呢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恍惚间觉得师傅打我那一下有些熟悉，还真是个傻小子，被打的时候疼，现在又回忆起来被打的滋味。哎，对了，二师尊他去哪儿了？师傅每日都要去山间练剑，除了每天早上看我习剑之外，基本上都不见人影，但是到了饭点的时候。 回来的倒是挺及时的。哟，你这是在抱怨？哎，我可不敢啊！我现在就只想，要是哪天不练剑了，就下山去当个厨子去。